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赞达拉，你得到博昂萨姆帝的协助，还杀了希尔雷克。真令人讶异。不过我们还有事情要做，现在只剩下两个罗亚，我们必须和托尔托人一起去见乌龟的罗亚托加。好，你们可以一起来。 不过不要大声喧哗，我们是去朝圣，不是野餐。赞达拉永垂不朽。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。有什么故事说来听听。勇士，我跟暗影猎手会去前面侦查，公主就交给你来保护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出发吧，去朝拜托家。 不过切记别喧哗，我可不想错过任何他说的故事。这不是第一次了，我之前跟老一辈的托尔托人打过交道，你们总是有说不完的故事，给我专心赶路。我们一定合得来，公主。 你以为我是谁？导游吗？我是来听托家的故事的。注意听，专心顺着这条路走，别乱跑，你就会看到托家。它是一只巨大的乌龟，很难错过。我最好还是赶快动身，以免又有人来找我问东问西。 先生，女士，你们都好啊。
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
鲜血献给古汉。看过的事情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不是所有海洋生物都跟我一样天生帅气又仪表不凡。托家不！哦，是谁对托家做这种事？他只是想说故事。我告诉你，是鲜血食人妖，跟我来，让他们付出代价。时代不同了。赞达拉也必须改变，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
我看看啊，你想找的灵魂是可怜的托家，对吧？要不要来做个交易呀？你把其他罗雅的灵魂带过来，我就让你见托家。国王萨姆蒂，我们没空在这里耗。你要罗雅的灵魂，既然希尔雷克死了，那灵魂就归你吧。你很有两下子嘛，塔兰基。但找我帮忙是有代价的。我会为无力自保的人挺身而战。罗雅守护着你。不用这么急着走。有了有了，我有在听。你好啊。你是来交易哦？你看看，其他人总算鼓起勇气赶过来了。总算，我还以为只有我们在乎托家的死活。金莎、拉斯科，我们要把杀害托家的害虫全都杀光。你应该留下来帮忙想想计划，你打不过鲜血食人妖的。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我们一定要教训这些凶手。那些家伙会宰了你，他们比上次遇到的鲜血食人妖更难对付。你懂什么？你想留就留，我们可要走了。这个地方我熟得很。好啊，谁在乎？说得跟真的一样。先找到目标。代表
武汉，他做主，你不从就得死。诺亚的这副躯壳滋养我很骨寒，对，挣扎吧，抵抗吧，骨寒要你吃尽苦头。我事情很多，你快说。希望博昂萨姆帝总是在看到你之前先看到你的敌人。好，你走吧，我还有事要做。你对死亡有什么要求？托家，有人要见你，还不快点把头探出来。哈兰基公主，那些鲜血食人妖利用我的血肉来强化僵狗，毁掉盖在我遗体附近的营地，就能削弱僵狗的力量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哥，又怎么了？讲够了没？我们必须得查出鲜血食人妖到底还想干什么。拉斯克、吉莎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混进去？那当然，我有比你还老的卷轴，吉莎去帮我找出来。拜托，这很花时间呢，公主，你不知道这个老家伙有多少卷轴。我看看，永恒回归卷轴，对吗？我已经不是，难道你连看都没看吗？不过，这先留着，把事情解决就用得上了。哦，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像是用古神语写的。你是在哪里找到这个的？我没说过这个故事吗？哦，很精彩啊。我看看该从哪里开始呢。不要离题，我们没时间听故事。我会为无力。好吧，是这个隐形卷轴，终于找到了。哈，我就知道一定能找到这个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混进鲜血食人妖里了。记得跟紧。
好，我们走吧。记住，别发出声音。我可不希望看到你们两个被抓。不用这么急着走。会把你吓到壳都掉了。
你一定要跟我说话吗？你终于要出发了，我们赶快走，去看看鲜血食人妖到底想做什么。我说我们搞不好真的能杀掉古汉的使者。哦，这样一定会是托尔托史上最精彩的冒险故事，为罗亚报仇，还杀了恐怖怪物的化身。又怎么了？下次别再来烦我。时代不同了，赞达拉也必须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。来，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，才能成功击败血神的使者。好了，我们来了。
你又想干嘛？好，你走吧，我还有事要做。赞达拉，永垂不朽，祝你战无不胜，敌人的头骨都会……我们走吧，为了赞达拉，还有为了托家。哎，我已经很久没有火冒三丈了，为了托家。我们杀了古汉的使者。 不知道其他人会有什么反应。好，我们回祭坛去吧。
是白费功夫，我无人能敌。狂妄自大只会自取灭亡，你的力量根本保护不了你。什么？我所有人上！为了托家，你们不是孤寒的对手，乖乖受死吧！我要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回祭坛去吧。为了保护人民，我会不惜一切。下次见面再好好聊聊。小声一点。再见，托家，我会记得你说过的故事，还会说给别人听。我也会让大家知道你是多么英勇的对抗古汉。我向你发誓，托家，在我们把鲜血食人妖和古汉斩草除根以前，我绝不懈怠。这到底是什么？哈，淘气的乌龟老顽童，哈哈，怎么可能乖乖安息？他重新转身降世了。拉斯克，好好照顾那位罗雅。这位英雄，我还有事情要请你帮忙。好了，公主，我们会帮你一起对抗血神，别再拿这件事情烦我了。我应该可以说服纳兹米尔的其他托尔托人帮忙，说不定休克和卡乔许也会加入。谢谢你们两位，你们的所作所为对我以及全体赞达拉有重大意义。你一定要跟我说话吗？讲够了没？再跟你说话了。
先生、女士，你们都好啊。不是所有海洋生物都跟我一样，天生帅气又仪表不凡。这就是托家的遭遇。部落的援军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消息，公主。不过我们得到奎格瓦的线索了。有什么事，老大？需要帮忙就回来找我。是什么声音？我会保护公主，你去看一下。靠近一点，不要嘀嘀咕咕。我在听。要小心。别害羞。